早上我们起床了，起来呢已经快中午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个饭。昨天呢把那个小电驴啊就放在酒店门口啊，其实这个小的话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好放的哈。堵不住我们。堵不住我们。今天这边的天气啊就比较好喽，有太阳了，终于不是像昨天那样的，昨天是下了一天的那种雾雨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骑车啊。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好久没骑了。不嫌冷的，中午呢我们又换了一家啊，这家是大排档，炒了两个菜，一个韭黄香干，还有一个红烧杂鱼啊，鳗鱼喜欢吃鱼，看着不错，还有豆腐啊，这鱼都是新鲜的，都是今天早上现杀的，看起来就可以哈。终于又可以吃到不一样的了。好吃。好了，就直接开吃吧。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吃饱喝足，出发去厂里啊。昨天呢我们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新车啊，里面还是有很多地方就是想要修改的，就是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不一样哈。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们最主要就是沟通一下，把那个把那些不合适的地方啊给它改一改，是吧，改改哈。走吧，刮着风哦，你把帽子戴上直接走吧。哇，别看它出太阳还有点冷哦，大太阳还这么冷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要那啥，开到大太阳底下才暖和，开着阴凉你。还是房车舒服吧。哎呀，终于到了啊！骑这个小电驴啊，真的是好冷啊！哇，手都冻僵了都。我们车还在这里。这个收回去了。看一下吧。昨天到这边也比较晚了哈。今天应该在测试其他东西吧。我看下面地上有水嘛，应该是在测试洗衣机之类的吧。看一下，收回来吧。收回来，这样子也能走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兔两张收回来呢，发现这过道还是可以的哈。一点也不碍事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收回来呀，这个沙发好像比昨天要看起来要好一点了。但是它这里啊，这样子凸出来，我觉得不太好看哈。对，这样下面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应该要做平的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样直的过来的哈。对。这样看起来我们车上那个 L 型的台面还是蛮喜欢的哈，挺实用的。你平时在这里啊，就是在那里也能坐，在那里可以坐，然后在那里也可以坐哈，在洗菜那里做饭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哈。两边都可以弄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台面我还是蛮满意的。就是这个沙发不够有那种家居的感觉。反正看一下昨天那个垫子还没有呢哈，今天这个垫子就有了。看一下这个床垫子啊，它分为好几块啊。这第一块这个是大长条，这块是可以不用动的，就是兔两张收回来啊，就是刚好能抵在这里。这里呢还有这个两块垫子，这边呢应该就是放下这个垫子放到这里来，然后那块补一下缺口。拓展舱呢，对吧？这个后拓展睡觉呢，那肯定是要每天要铺床的。到时候那个，反正这个我们心里呢已经做好这个打算了，天天护房这个打算吧。我们这个车啊，开过来做那个淋雨测试了。我们这个车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把那个拓展全部收回来啊，淋雨淋个十几二十分钟，然后把那个拓展舱全部拉出来，然后呢再测个二十分钟左右，就是这样一个流程，然后检测一下它里面会不会有水啊之类的东西。这个淋雨测试啊，它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它是所有的这个空孔啊都是直接对着车喷的，它不像那种正常的雨啊，比正常的下雨天气要猛得多啊，因为下雨的话只是说从天而降的，它是从四面八方直接往车上喷的，所以呢这种测试还是比较好的呀。在那边等着它淋完吗？好冷哦。风好大哦。我们要不要先到那边去，先到厂房里面再等一等吧。晒太阳啊！这个淋雨测试测试完了，把这个车啊再开到厂房里检查一下，看里面有没有漏水。刚淋完雨啊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我们也来看一遍，仔细一点，晒的窗户啊，窗户这边边边缝缝哈。你看车上就直接有人在上面的，刚刚。对。直接拿那个胶看一下。看哪里漏就补一补啊。是的。
其实我这个车应该就是拓展方面可能有问题，其他地方可能，其他地方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小的哈。嗯，这边看一下额头那边。应该就是窗户啊，应该就是窗户啊，这里还会那啥一点，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他们现在在修修弄弄一下，检查，全部检查好没问题才行。看几次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哪里有漏洞啊，什么地方哦。是的。嗯。哎，刚刚用那么大的雨啊，测试啊，它这个雨也不会进去哦。哦，它这个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里面还是干的哈。它里面是有挡路的，其实。对，你看这个灰就知道了，这灰还在，就是那个雨水啊，就只能到这里。这个拓展仓刚刚测试，淋雨测试有点漏雨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就是这边角角上有一点点。嗯。这边哪里有点漏。现在再检查一下原因，看是什么原因。拓展的胶条已经弄好了，然后再去做一下淋雨哈。嗯。我们也在车上看一下，呵呵，做一下我们的车。做一下。就是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，你看现在这个倒车影像啊。嗯。现在这倒车影像，因为这个拓展这块，嗯，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广角了，但是拓展这块遮雨的地方挡着了。会非常影响你，会让你影响你的视野。这是那个倒车影像吗？这个对的，已经在想办法。如果最后想不出啊，嗯，就是把倒车影像放到下面，嗯，看看您能不能接受。放在下面的话会是什么样的？就拍在地上吗？视野没那么广。就是那个四路监控跟四路监控摄像头平行旁边。旁边。你能看得清吗？就是。能看得清，能看得清，高度也能看得清，但是看不清高度啊。高度看不清，就是它是倒车影像装高一点，它的角度会更广一点，但是装到下面就会它角度就没有那么广了。啊，就装在高地方，就是那个拓展那个地方挡住了。对，拓展的那个遮雨的那个遮雨棚挡住了。那个倒车影像到时看看怎么装比较好，肯定是越高越好哈。对，马上再调一点看看，到时候坐在后面也不怎么晃，可能是开得慢了。不行的话赶紧开得慢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开得慢，坐在后面也还行哈。嗯，但是惯性是比较大一点的。是啊，惯性很大。嗯，开到这个淋雨棚这里，淋雨棚这里了，外面都是那种喷头。我们在车里感受一下这个淋雨测试，这个，暴风雨淋是什么感觉？在车里面看声音大不大哦？嗯。哇，还有。下雨了。哇，下大雨了！你看，哇，这车里面听的还是挺大声的哦。嗯。哇，这车里面也看不见的都。这个雨大的。暴风雨，最大的雨了都。再喷一喷看看。师傅再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漏雨，看刚刚切那个胶条有没有用。下雨喽，还有漏吗？你看什么？没有看到漏了。对。哎，是那个胶条的原因。又把车开回来了，刚刚查出原因了，就上面那个顶部那个胶条的问题。它那个胶条啊，一定要密封的缝合一点哈。对，它可能没有特别的缝合，要把它再剪一剪。等，这样等它干了以后说再弄吧。嗯，刚刚淋完雨。对，还有一些小地方要改动的，我们再去找那个技术过来。跟他说一说吧，对，跟他说一下，明天他们下班了哈。对。